萨悉那萨那萨那萨那悉那萨那。悉那萨那。悉那萨那悉那萨那。悉那萨那萨那悉那萨那萨那。
没有呀，进来呀，感谢诸位啦，那时候，所以希望在这一个非常时期啦，哦，能够为我们这个社会，哦，这个当然说大家携手共办嘛，哦，增添一点所谓的正能量。那我们既然有这一个思维正能量，我们就必须要去理解何谓正能量嘛，哦，正能量并不是我们一般在讲的善的力量。而是两边都超越清净的慈能，那个就叫做正能量。也唯有超越两边，才能去化解两边的对立。现在的病毒跟我们是两边，我们与其在那边对峙、好对抗，不如去理解这正常大道，让生命可以去和解共生。一旦和解了，它是共生的，它没有死这个字。哦，所以哦，凡事可以化解。古谚讲了，汝若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由心造。所以不要哦小看诸位哦我们一切众生的心性的能量。我们的心是主宰哦，只要你的心能够把它浓缩在清净的一个点上，犹如放大镜。把整个太阳闪掉的阳光汇聚一个点，它必然有不可思议的作用，哦，也这样跟大家共勉，感谢大家。